怎么办？可可这掉下去肯定成肉饼了。你这个女人，为什么总是你？我们很有缘分哦。什么缘分？休养胡说。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？那你就走上去。不要，太累了。没见过你这么懒，又什么都不会，又是一条坏蛇。为什么要捏他？我以为他一定会有我。不要说话。对了，小结巴，我不是小结巴。那你为什么三个下凡三个字往外带？凤勇，你知不知道那个雨丝凤是离泽宫最有前途的弟子啊？我打赌他肯定长得很好看。好胖。玄机，哎，你怎么不结巴了呀？我很聪明，你再带我见一次面见。就对我很无赖，对别人不理睬。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来到我谁都不爱。思凤，原来你住这个房间啊？你觉得现在这样聊天合适吗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。真的？我吃什么你都给我买吗？手放开。你笑起来好好看啊，就像我刚才吃的冰镇酒酿一样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喂，生气就说拜拜，有些感觉似明不明，有些话想说不开。来这个时代，是六师兄送给我的。他香吗？好看吗？不香，而且臭。你现在的行为是不是可以叫吃醋？你的脑袋天天都在想什么呢？这对你头衔，只可让一人行累就只手。当成一个人见你是怎么找到这个银子的？我是想过同洗澡的时候进去拿的。什么？你进男弟子澡堂了？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进男澡堂啊？不是，我之前不就看到你洗澡，也没什么不好啊。我很不好，我跟别人不一样。对别人不理睬。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坏到我谁都不爱。你在那边等，你头发乱了，我去给你买个发卡。有没有吧？我除了愣之外，其他男子不能抱，你更不能去抱其他的男子，知道了吗？